PS 手游《土罐翻翻乐》的隐藏奖励。如果你在翻牌的时候看见粉色，那么请立刻截屏，否则你将至少错过2000泰拉。众所周知，这个翻翻乐小游戏里属实没什么好东西，里面基本全都是从阿拉德各个地区搜集来的破烂，就这种东西还要你一张一张去翻，属实有点搞笑。但如果你细心观察，你会发现土罐一直在说运气也是一种实力。我今天才搞明白，原来他把好东西都给藏起来了。其实在你每次翻牌的时候都有 10% 的几率触发真土罐翻翻乐。这个模式里牌的颜色全都是粉色，而且奖励也提升了一个等级，比如这个土罐的袖珍罐会有 37% 几率直接开到1000泰拉，再加上其他几样的东西，这12张牌价值至少2000泰拉。真的还专门去问了塞利亚，他也是只知道这些普通奖励，那基本可以断定粉色翻翻乐就是隐藏奖励，虽说还是有那么一点抠，但是比起平时的普通翻翻乐那简直是大放送了。不过想想也是，土罐这个 NPC 在端游时期就是有名的奸商，那到了手游这里又怎么可能给你好东西呢？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在罐子里开到过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我是侦探 DNF 10年精英玩家，期待你的关注。